经做出决断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刚刚已经四位已经讨论完的是。是的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叶总在我旁边，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下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冠军？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奖项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是的，我们的冠军呢将获得由闪军所提供的10,000元奖金，以及我们的100支卢米卡大闪光。那亚军呢，当然也有奖金啦，我们的奖金是3,000元，以及50支的卢米卡大闪光。那当然，我们刚刚其实从前面呢，预赛、复赛、8强，然后到4强赛，我们每一位选手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那我们进入4强的一个参赛选手呢，则是会获得奖金1,000元，以及我们的精装卢米卡大闪光1盒。那我们其他的一个有参与我们预赛的朋友们，同样的，今天也都会有我们的一个礼物可以带回家啦，就是我们的参加礼了。好，那当然，紧张的时刻到了，两位休息 OK 了哈，可以哈，喘气 OK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35号参赛者站在我们柚子的左手边，那我们11号参赛者站在我们柚子的右手边，需要帮你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借我你的声音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我们倒数3秒钟。我们倒数3秒钟，由我们 EOS 评审长举起的那一位参赛选手，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御宅艺荧光棒舞蹈大赛的首届冠军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借我你们的声音好不好？准备好了，3、2、1。也到我们的台边就位，分别是我们的8号选手小新以及37号参赛者 Solino 尼尔穆多夫，请来到我们的台边，谢谢你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评审长 EOS 以及我们这次比赛提供奖金的赞助商闪军来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来这边。邀请两位共同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好的，请我们的尊严王上台。好的，那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赞助厂商，我们的闪军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冠军10,000元的一个奖金，也是由我们的赞助厂商闪军所提供的。那我们再给我们这一次大赛的冠军一个掌声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一个镜头好吗？来这边。好，来我们右边的镜头也让他们捕捉一下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棒哦！我们首届的高雄捷运，我们的夏令高捷动漫季，我们第一次举办的御宅艺荧光棒舞蹈大赛冠军就此诞生了。我们再一次的恭喜我们冠军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闪军，我们的赞助厂商。好，那我们柚子也先请你呢安排我们到我们后方来先稍作休息，我们的冠军也是好吗？那我们接下来要颁发我们的第二名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第二名呢，来我们的亚军，亚军呢要有请我们的 Mini 来进行我们的颁奖，奖品呢，有我们的50支的一个卢米卡大闪光集成荧光棒，以及我们的奖金3,000元。我们有请我们的 Mini 好吗？来这边，来 Mini 帮我站我们的那个选手另外一侧，没关系，来，好。你站中间，你要不要冷静一点？好，来，我知道你很兴奋。来，我们的闪军帮我站左手边。好，让我们看向前方的镜头哦。好，来，最后来我右边的镜头也看一下，好吗？
很难得办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活动，对不对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亚军，谢谢。好，那紧接着呢，我们要来颁发四强赛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先到旁边休息，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兴奋。来，紧接着要来颁发我们的四强，那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评审小齐。那我们请我们的评审小齐以及我们的闪军一起来颁发我们的四强。那我们要邀请我们刚刚两位四强的选手，我们的八号小西，以及我们另外一位的一个选手。好，我们三十七号选手先在我们后方稍作休息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请我们的，好，来我们的曙光也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上，好吗？好。那我们请我们的闪军帮我站在正中间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给我们的参赛者来颁发。好，来，我们五位一起往前走一步，好吗？一起往前走一步。好，一起看向我们前方的镜头，好吗？哇，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共同都获得了我们的四强名额，一样会有我们的一个奖金1000元，以及由我们闪军卡所提供的大闪光集成。来，我们右前方的镜头 ，OK 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次的谢谢我们几位的一个评审，以及我们的四强赛，还有我们的闪军的一个赞助厂商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要邀请我们的厂商，以我们的闪军，以及我们的四位评审，还有我们四强的一个选手，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好吗？来，我们四强的选手，来，我们的冠军、亚军，还有我们的 Mini， 还有我们的 EOS 评审长，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上。那小齐还有我们的曙光也一起。好，我们的选手们来站前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的评审站正后方。好，你就蹲在正中间，你的冠军在这里。来，好，那小齐还有我们的37号选手，一起来到我们的前方。好的，那我们评审，我们稍微往中间靠一点点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 ，OK， 来，我们一起看向前方的镜头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帮我看一下正中间。好，来这边，先给他一张。好，再给我一张，给我们后方那个穿着身上穿着高筒捷运的工作人员一张漂亮的照片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再次的恭喜我们这四位的一个得奖者，恭喜，再一次掌声好吗？那最后呢，在我们的压轴演出之前，那我们刚好大家都在台上，那我要请我们的参赛者还有我们的评审一起转过身背对我们的舞台，跟我们台下所有的观众一起来进行一个大合照，好吗？来，我们稍微转过身，是的，我们的，来，你们来，选手帮我蹲，一样蹲前面，我们的四位评审跟我们的闪军的赞助商一样，帮我站到正中间，好不好？来，到正中间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稍微围蹲，好吗？一起围蹲。那我们请我们的摄影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帮我捕捉一下画面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大家自己找饭吃哦。后方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站起来，好吗？来，后方的朋友，你们可以靠近一点点。好，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日宅艺荧光棒舞蹈大赛，相信大家呢今天无论有没有参赛，相信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了。好，大家摆出你最帅的姿势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大家先看这一集哦，来，先看中间的这一集。